从最高温度升到30度之后，体区高用除油行动以示抗议。秋冬的那套润润润的护肤终于用不下去了，后宫护肤千千万，实在不行咱就换。而如果让我在所有的化妆品中只能选择六款的话，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这几款。多么深沉的爱啊，到底他们凭什么这么受青睐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一 Dream Solution 肌丝盐水滋养急救真迹面膜。这款急救真迹面膜主打保湿急救，包装上面还是蓝色吊针瓶的图案，感觉就是急救补水，很有代入感。面膜纸厚度要比 JM 的蜂蜜款厚些，比蚕丝薄些，有35毫升的精华，对比一般的面膜精华真的超多，服帖力超级高，超密集的纤维素面膜质地，不抓你，对痘痘也有很好的镇定效果。夏天晒伤还可以放冰箱冰镇，效果更佳。SKII 神仙水，相信每一个女孩心中都有神仙水的梦吧。记得大学时一直努力在存钱，就是为了能买一瓶神仙水，想试试看到底它是有多么神奇。结果用过之后觉得真是对得起它的价格。一直在长痘的我用过神仙水，居然奇迹般的减少很多。三 H2 绿宝瓶精华，绿宝瓶给我的感觉就是卧槽，竟真的有如此好用的护肤品。毫不夸张的说，绿宝瓶是我开封之后用的最快的精华，差不多40天就用完了。作为一个喜新厌旧且瓶瓶罐罐成堆的人来说，这确实很不可思议了。功效堪称完美，摸着皮肤就是明显的柔滑滋润，可能不会有不喜欢绿宝瓶的人吧。四 IPSA 流金水保湿抗氧化，夏季真爱化妆水，湿敷或早晚正常护肤都很爱，特别清爽，很是适合春夏上脸，就是秒吸收，清清爽爽的，这点确实比很多化妆水强很多了。五 SK2 氨基酸洁面，就算是高配版的 3 plus 吧，收入中上的仙女都可以考虑，无论是清洁力度还有滋润度都比 3 plus 要强，但就是比 3 plus 要贵上两倍。小编在辣脸的时候最喜欢用这支，因为很保湿，但是又不会令痘痘炎症加重，简直是万金油一般的洁面了。六资生堂透白美肌精华，刚开始用的时候一次三份，一周白一号，快速温和使用感好的美白精华，说的就是它。用完一个30毫升量后，脸颊的晒斑变淡了很多。新版的 Total Brightening 使用感非常舒服，流动性强，吸收快，一点也不粘。由于小编本来痘印就淡得飞快，所以对它俩的效果对比没什么感觉，目前只是一次一泵维持，因为发现一次三泵也不会让我更白了。瓶颈期好忧伤。以上六款就是小编真爱护肤品了，都是基础护肤步骤，你都种草了哪样呢？